PTT 有看到98抽。98抽欸。畅销第一了，畅销第一。氪金第一，加倍收那红铃不就要80抽才能抽起？为什么？厨子包送10颗独缺啊！真的，我们永远都比你还被收。啊，要强化，我没有强化哦。哦，有欸。PTT 有一个98抽的，天哪！98也太猛了吧！98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很多了。对，我突然觉得我很好很多欸。他是少哪一张啊？98抽是为了要抽哪一张？你没抽到。痛苦是比较出来的，没错。我突然感到我非常的好。哦，他也是要一页书哦，少一页书，因为一页书是很难呢。98个肯德基 XL 套的餐就没了。素环真是，素环真是夜小三六夜数一，素环真四张是要这么多也没办法、啊。修罗开了吗？还没，修罗有开吗？修罗有开吗？我六抽第一抽就中速环真的，二抽夜小塞，我剩下一页书没中而已。那你想拼吗？你想拼一页书吗？你前面抽了两个大奖，如果要拼一页书，可能也要等一页书一枚70，真的很可怕哦，很可怕哦，果然一页书哦，定生死。刚刚换红代表素环真正的对，不想五个，可是我觉得有抽到两个大奖已经算不错，而且以你如果没有氪金的话，有抽到两个大奖算蛮棒的。所以要早上抽，为什么要早上抽？需要累积消除10颗水才会对敌人造成伤害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第一到七都是精致，修罗开了耶！那大家可以去打修罗了，修罗会那个，这好不好打？晚安 ，Peter， 晚安。然后我们还要再解龙嘛。